那我就吃点油，那就是我们河北叫什么厕所，厕所排档，我给他吃块油，厕所排档啊，旁边就厕所，那厕所黑乌漆嘛黑，我跑到我就不在厕所旁边上，我在厕所旁边，我走开上了，走啊，那黑嘛，那一片是粪坑啊，平的跟地面一样平，我只一转直，感觉是什么？嫂子，我的妈！他们要我拉出来，我用了三箱矿泉水，但是那个裤子他还住了，三箱矿泉水，我了。我搞到啊，这更好，对不起，十个元，对，更十个元，知道吧？对，我吃了厕所，厕，我刚说这么多，厕所排档多恶心，但是排档人特别棒嘛。我去了之后，我把他那粪坑，这样看就是粪坑，跟地面一平，我那黑你看不清。我说走了，走了，这样一看，我这样的，看都出水嘛，我走了走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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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了，那你别说，你是吧？恶心的，刺激！就是说最狠是吧？我最狠的一个跟大家讲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五个小孩出去玩，五个小朋友出去玩，我跟你说，那两个人知道吧？那当时我们四个小朋友，这不是个粪坑嘛？上面有个那种瓦板，瓦板是很值钱，人一踩一掉会烂的。我们都是从上面跳过去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们这个傻孩子走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就刚刚一步就掉下去了。当时一掉你就掉了，就是粪坑底下全是大便啊！一掉你头都没了，然后一下你就冒出来，就是你嘴上你都乌漆嘛黑，眼睛都是，来割掉我，割掉我！哎呀，不要说了，当时哪个小朋友去的？就我拿个绳子把我弟抓上来了，我全身上下那臭了两三天，那真上晚十三天赖床了，还杀我一嘴的。你讲一百遍啊，要不要再讲一遍？啊？十三岁，来，再讲一遍，你要讲，行吧？十三岁，去。我做梦啊，那是我做梦，做梦梦到，你认识什么讲的吗？我想想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对吧？而且他小时候啊，上厕所还必须，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大妈在正打工的时候啊，厕所的那种就是公用厕所，都是人挨人的那种厕所，小孩就不喜欢上，他就喜欢跑到一个大楼里面，楼里面有单独的空间。而且呢，每次要跑到六楼，他有的时候我院长让他变成忍不住了，我说你就让你说不行，我到那里跑到一楼，跑二楼，跑三楼，跑四楼，跑到第五楼怎么着，公园了，那公园一裤子校服裤，蓝色校服裤，直接蓝色加黄色变绿色，哦，真的，之后我爸还帮他洗，小时候骗他，还搞公益卫生间。他讲一下，他便秘嘛，初中啊便秘，拿了个开塞露啊，我拿开塞露呢，我这瓶子剪，对吧？开塞露不是前面一个管子嘛，我是这样剪，剪平平的，对，然后往那个里面塞一挤。我弟是怎么剪？他这样斜着剪，剪得特别的尖，剪得尖尖的，嗯，剪得跟针一样，往里扎，哎，扎疼啊！我刀进去，这我记得，我插进去疼一下，拔出来喷血。哎呦，你说，他呢？我一转头，我看，哇，终于拉出来，一看，我的妈，拉一堆血，你看这虎啊！那小时候不懂事，这个兄弟都初中了。哪种初中？错了，小学。我是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缺给你擦屁股的吗？哎呦，兄弟！哎呀，不缺啊，不缺。你这玩意儿，你平常擦的干嘛？给我擦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，小时候，我见这俩兄弟真把我们当外人。你们本来就不是外人。是吧？我跟大家说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小时候我见到我弟拿了个砖头 K 屁股，没纸，我当时用树叶。我说哎呀，用树叶。我回头一看，我弟在那拿红砖在 K 呢。红砖尖尖的，拿来可以刮，哎呀，刮都刮红了，刺激！刮完了红砖打不干净，拿土砖可以完了再剪甲，剪泥巴晒干，再让奶奶去抠，那不你的吗？那就你啊，你忘了？奶奶撅屁股，奶奶过来抠，拿个那个筷子，铁筷子那里抠，抠那个，你再搞一年，那屁股上就成小时候谁都有丑事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还是拿了个树枝 K 呢，那你不就是变 K 了吗？
大哥是个直男，很直男。其实你们以前说怎么看段子，经常听到有说什么女朋友大学上大学，女朋友让你出来把身份证带着，看你把身份证带着。我哥啊，这是段子吧？这段子就大杨哥写的。因为大杨哥，他媳妇和女朋友当时谈恋爱的时候，出来把身份证带着。大杨说，我怎么我看见你，我带什么身份证呢？你傻吧？然后呢，有一次他跟我说，我在公司他跟我说在吵架了，我怎么吵架的？然后呢，我傻子，我看你让我带身份证。哎呦妈！你是懂啥？你懂什么意思了吧？带身份证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不带多少没人不知道的吧？是吗？对对对啊！看我的，我有朵朵，一只的七妹。这个比较小了啊，这小哥，来，谢哥，来，多大了？19，我今年20了，还19呢，还以为自己活在十几岁了，过年已经20了，老妹儿。啊，明年准备谈我男朋友没有？旁边？明年？哦，今年。你得，你是，你身边都几十，你这个来的十几万人、20万人了，你是个男人。对对，你有没有？你心目中有没有你喜欢的男生？有啊，他的标准是孝顺，有上进心。你这么短，跟我讲过啊？孝顺，有上进心，长得看得过去也行。就跟我，他的长得就跟我妹妹就行了。因为有爹，你就不用那么非常帅，是吧？但是一定要有上进心，必须孝顺，是吧？知道，没错。是吧？谢谢啊，这也是我们三只羊网络的主播，涵涵要用心。对对对。满月酒都说五遍了，满月酒，你把他兄弟们都请过来。哎，我女儿满月酒啊，女儿满月，满月是吧？是吧呀，哎，你那个要拿新的，你样品你不能少呀！儿童节办，体验怎么看？对吧？生日办，你怎么可能能少？还有什么能办的，兄弟们？这盒子不用拿走了呀？小感冒了，你啊、感冒了，住。来来来，感冒盒拿过来，你们办。感冒不能办，再拿两盒，这拿过来。把三八妇女节办一个。啊，我卖货啊！刚有人兄弟啊，我为什么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们放一百个心。当有人问我要吃花的时候，我春节，对春节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我们春节，我们这边习俗是洗岁，头天晚上去洗岁，第二天拜年给你俩红包，兄弟们，我厉害嘞！你们我要吃花的时候，你们听我讲完啊，好。